我要来家里长老。早安。哦，早。这个是蛋鸡。圣诞的鸡。我叫李森林，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，住在花莲县瑞穗乡。因着因缘际会，我跟中兴大学的老师认识，因此我就开始在做中兴宏宇1982原生种土鸡的复育。这种土鸡它的品质非常的好，因为皮薄肉滑，咬起来 Q 又有弹性，非常的鲜美。在台中的时候评比曾经是第一名的肉鸡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为做原生种土鸡的复育，让原生种土鸡能够风华再现。我的电话呢是0963-671-137。因为这个屠宰呢，我们要到其他的乡镇去。这个屠宰的过程我们都按照标准作业流程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屠宰好的鸡我们是用真空包装好了。我的鸡大概在12月底开始就有得贩售，每台斤200元，这个不包含运费。所以如果要买的话，最好是10只一箱，这样宅配会比较方便。谢谢大家。